刘佩英小姐，目前的警务对你真不利，你的嫌疑上大，所以今仔日请你带阮等于警察局做笔录，请。交警方即马找到证据，嘛袂当证明你妈妈就是去予佩英阿姨害死的。这内底阁有真侪疑点，咱是等待警方最后调查的结果。志成，阿志你过啊，永远拢袂稳当。小姐，我怎么可以去中心啊？阿静，我那个外套就是有被人给害死。你怎知道阿静是被人爱而害死？一定就是伊害死的。妈，不是，妈，因为我的代志，我拢想不起来，我啥物拢唔知影。目前的证据吼，对姚佩玲如此。真不利，所以我即马爱甲伊送地检署，交检察官来调查。检察官应该来申请羁押。你先甲恁来，我甲尤新豪会想办法赶紧甲你救出来，好无？我会请律师啦，尤新豪你免惊，我过去。小姐，请对我行。妈，你免惊，我会随甲你救出来，你小心来者吼。尤新，妈。Kevin， 你人伫咧倒啊？我可能是感冒啊，啊就小可嗽啦，然后只啊。啊，最近的天气哦，真啊寒，真啊热。我跟话你讲，你来啊哦，甲切半，啊内面放冰糖，落电锅内面那里吹，啊啉迄汤哦，我想应该真紧就好啊啦。多谢你的关心啦、啊，即间我等来台湾，会当熟悉你这么特别的朋友。我心内是足欢喜的，真正就是的，海天白走一撮。我紧啊，这小可代志尔，啊，你家己好好保重，啊，我哦也算安全的。好啦，就先安尼吼，拜拜。秋红小姐，再会啊！你若是知影 ，Carol， 伊就是外甥。你一定不可能答应会跟我做伙。其实我就是要跟你讲，我真介意你。是啊，咱哦爱紧讨论一下，迄开幕会办什么活动？咱会当譬如讲，开幕会刚是5月1号嘛，咱得当对身份证尾数是1号的人可以提供优惠啊。安尼哦，安尼就甲。开幕会再无关系啊！你会先拢真方便收得到啊！只要会当伫咧开幕迄间，我身躯顶有暗色物件的人可以参加抽奖，送免费的奖品，小李应该就会好啊。所以你想要用自嘲的方式来去引人客？对啊，即阵嘛，干来当哦，西北动作话要伊啊！哦，哎呀，你个小弟在创啥？你哎，唔当我来休来休去。你讲你是唔通把你的感冒传染给我哦？红色的霍菌。你真当变成啥跳舞哦？我拢还唔是较切明显啦，牺牲拢遮尔大个，啊霍菌也是无了解，哦，遮侪年过去啊，也是无变巧啊。压制成功，其他的监视器画面，迄拢是正常诶，也只有花园迄个监视器的画面去互覆盖掉啊，连警方拢无法度互关诶。我一个公道倒来，迄个吴淑娟，遐尔啊敢叫，罗迪卡，伊真正有留啥物后步？你小心，莫讲话，尤其是无应该伫外口的人面头前讲的遐的话。啊，我已经做小乐乐阿哥了呢，对吧？啊，照你来讲啊，应该几件分一寡好处。再送你，这个衫甲物件哦，拢是吴淑娟出代志迄天我穿的。我就感觉因真歹去掉，所以原本想要提伊单掉。做啥？你把我当作是乞丐是吗？你竟然给我你无爱挃的物件哦！谁人叫你常常要来跟阮讨钱啊？
你这种行为跟乞巧有什么差别？我状态还是多好呢。周小爱，你敢安尼看我袂起哦？好啊，我就陪你算计，我绝对袂让你安尼好过。